说了，老公，伊安那是叫我困，我就睡困；啊，叫我倒嘞，我就睡倒吼。插一个细胞都唔敢叮当，因为我知影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个你所在每一件代志，拢是为我好，因为你爱我。老公，你哪会拢规路拢无讲话啊？我有啊。你都敢讲是啊？哦，嗯，有啊。安尼哪算是讲话啊？啊，无安怎才算是在讲话？就是啊，你至少安尼啊，啊，目睭爱看我，安尼用心对我讲话。那安尼，我常甲你讲话，你目睭咧看电脑，就无算是咧甲我讲话哦。老公，唔爱生气啊。这是啥？一张纸。离婚？这样小可代志，你就不要再搞我处分。你安尼行为，跟你妈跟你妹仔有啥无同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刘嘉纯，这世人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都袂跟你离婚，卖乌白想。哦，好，那安尼这是啥？这是我甲十五蝶帮都查到熬夜对孕妇的伤害资料，拢整理出来。你一条一条豆豆看，看完了再跟我讲，你是不是搁要熬夜用电脑？哦，老公，你真正就搞这重点整理的呢？那当然，过去我做课堂笔记哦，拢是大家要借去用的。老公，多谢你替我做这重点整理。伊今仔嘉玉哦，嘛搞两过啊啦。哦，我听了我就知影，我是我没有想，是啦，何你安尼这么生气？我知影，你想要靠家己努力赚钱，啊，你这个生活我一定会陪你做伙实现。啊，不过你即卖身体。状况不适合，熬夜交给我，好不？我就不甘你熬夜啊！你看你才昨无困好，尔黑眼圈都照出来。搁讲，阿咪是为了要查这资料。老公，啊你昨无困好，今仔搁甲我对，要甲我保护，真正感觉足实的。哎，是啊，我害你为着我这么忝。我嘛是咧想哦，昨暗一定嘛困无好，啊，今日出门若是跌倒，还是无注意着车，那就危险咧。你所做诶，甲你所讲诶，拢是为着我好，为着我想。我搁一直想要甲你过去。老公，实在啦，我要袂让你这么烦恼，嘛袂让你生气啊。那安尼，你即马是咪会当接受熬夜对孕妇不好这件代志 ？Yes sir， 老公，伊安那是叫我困，我就睡困；啊，叫我倒嘞，我就睡倒吼。插一个细胞都唔敢叮当，因为我知影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个你所在每一件代志，拢是为我好，因为你爱我。你嘛知影，我毋是一个熬工甜言蜜语的人，啊，毋过我做每一件代志都是真心去做诶。这个家是咱两个人就无简单手牵手，做伙修好起来。你妈妈都愈来愈大，我做爸爸这灵感就愈来愈重。我真正就惊你啊，是两个人若是出代志要安怎？因为我希望咱三个人能永远幸福到顶啊。老公，我甲你保证，以后袂阁让你为着我操烦。大哥哥。
大哥哥，唔那是大哥哥，佮要改账。好啦，我看你哦，伊嘛真忝啊，要不今日较早睏嘞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先去洗身躯，我先卸妆。真正真用心在对待我，我昨到底是对一条神经破掉，竟然认为从事网红事业比维持阿嬷的感情更加重要。老公，陈总，你刚开始洗啊？是啊。哦，我你想讲是不是需要我替你刷背啦？